片中是不是会有跟阿布宽有些比较亲密的戏？应该是我从里面最大尺度了吧。李心洁从影来最大尺度，《戏务花园》恋阿布宽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男人，然后他甚至比云林更了解他自己。李心洁与阿布宽将在新片《戏务花园》上演跨国恋，该片二日在马来西亚举办记者会。这次我会参与这个电影的演出，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剧本太好了。李心洁自2016年生完双胞胎后迟迟没有新作品，这次复出竟是演个二战时期曾进过日本集中营的知青，让她经常处于身心崩溃的状态。我觉得这是我当演员的生涯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片中是不是会有跟阿布宽有些比较亲密的戏？应该是我从里面最大的尺度了吧。阿布宽则在片中饰演日本天皇园艺师，虽然和李心洁语言不通，人大赞能感受到他的专注，而且还常常被他喂食，喂到有天我说够了够了才停呢。娱乐动新闻，阿布宽好口福内报道。